欠我的2块，我什么时候还给我？你生日了，我去奶茶店坐一坐。我的余额已经剩不多，没办法，请黄金期，希望理解我。原来我们之间只剩2块5的交情，感谢你特别提醒，这2块5的事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我给你最后这一块，是我看开，毕竟余额只剩一块，希望你不责怪。发完工资给你交代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明天还要早起送外卖。留了，拜拜。你退回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，我只能扮演个绅士，闹了个笑话吧。